今天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靠街了5年的枝条到底可以长多粗。大家看一下，这就是靠街上去的。那这个枝条起码达到了8公分，5年时间，这明显的这一条靠街的这个痕迹是非常明显的。这个桩是一个大叶和一个小叶，经过几百年长在了一起。这半边看一下，这半边是一个小叶，明显的这个皮的这个颜色和这个纹理。和这边是有区别的，这边是一个大叶的三角峰，然后这个纹理粗糙，树皮发白。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大叶的三角峰和小叶三角峰的叶片区别还是非常大的。做盆景呢，这个大叶是不好不美观。我就在这个小叶的这边拉了枝条，靠接在这个大叶的这边，经过5年时间，融合的非常好，粗度皮都匹配。这个顶枝也是靠接的，我不说的话大家能不能看得出来，对，靠接点的话在这个地方，八口还没处理。其实这个靠接是非常简单方便的，下期给大家可以拍个视频讲解一下。几百年的三角峰是不是够苍老霸气。